啊，我们一起看镜头喊茄子。茄子。话剧，咱们现在乘船开始游海河了，下船以后去听相声。好的，可以。蒙大去取票，话剧叶秘书、蓝助理，咱们先过去。好的，喜乐。话剧感受怎么样？喜乐姐很好，景色很美，风吹在身上好舒服。那咱们进行下一步挺相声去。好呀。蒙大杯撤。好的，现在就去。来到了天津卫啊，嘛也没学会，我学会了开汽车。喜乐姐，这是结束了吗？没有呢，差一句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我们明天见。好了，现在结束了。话剧，您看您是吃夜宵还是回去休息？那当然是去吃夜宵了。啊，不对，大家今天晚上都挺辛苦的，吃个夜宵放松一下。好了，话剧，蒙大杯扯，咱们去吃夜宵。好。爹，去吃夜宵啦。幸亏叫着大哥来了，等去大连的时候叫着二哥一起去。嘿嘿嘿，萌萌儿太聪明了。荷叶慢点吃。姐，你说什么？工作的时候吃植物。好的，花植物。你们俩又说这台词。